我是今年 Hong Kong Scrabble Team 的 Team Leader Douglas Zhang。 咁好荣幸咧，我再一次继上年去法国嘅里尔之后咧，今年就再一次带香港队嘅队员咧去马来西亚嘅吉隆坡参加 World Youth Scrabble Championship， 亦都系即系今年叫嘅 Vesper Youth Cup。咁好荣幸咧，我哋今年咧都会有十个香港队嘅队员一齐去参加呢一次嘅比赛嘅。咁我上年嘅经验咧，就系有队员咧可以成功地跻身到世界嘅顶尖嘅水平啦，去到第十六名啦。咁而我希望今年大家可以再進一步，可以再攞到更加好嘅成績翻嚟。咁呢度咧，在座就會有幾位舊嘅隊員喺度啦，咁就帶住一啲新嘅隊員落場嘅。咁希望咧各位隊員咧喺訓練嘅時候咧，就可以大家一齊互相切磋啦，可以再去提升大家嘅水平嚟出去打呢個比賽嘅。咁我希望各位隊員俾心機努力，今年香港一定得嘅。今次是我第三次被选入港队，我亦都很荣幸可以再一次代表香港去出赛。上两次的世界赛我都吸收了很多经验回来，都有很大的进步。我希望就可以在接下来去马来西亚比赛的时候，可以认识到更多不同国家的选手，跟他们切磋一下他哋國家嘅玩 Scrabble 嘅玩法啦，同埋互相認識一下咁。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可以出到去見識到咁多唔同國家嘅對手，並且向佢哋學習咯。我會非常之珍惜呢個機會嘅。咁今次我可以代表香港比賽，我覺得有啲自豪。咁而且我覺得今年可以比之前嘅比賽做得更好，可以同國際唔同嘅選手去做一個比賽。我希望可以在馬來西亞可以同其他國家嘅選手去切磋同埋交流 Scrabble。我會喺馬來西亞盡全力去比賽，希望可以為港隊增光。咁對於一啲入香港隊嘅期望，咁首先我當然希望係去到可以同好多高手去切磋啊，學到佢哋嘅戰術啊、字啊，好多唔同嘅嘢。咁我覺得最重要當然就係希望香港隊可以玩得越嚟越好啦。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隊相比其他國家可能經驗冇咁充足啦，咁實力都冇咁好啦。但係上年嘅成績就比前年更加好啦，所以我希望呢個趨勢可以繼續落去啦。咁樣可能今年我希望係可以打得更好，甚至入到頭十啦，就可以為港爭光，可以爭奪呢個殊榮啦。咁咧，我就覺得非常之榮幸啦！就喺咁多位選手之中，就獲選成為香港隊嘅其中一位成員啦。咁我今年希望可以係去到吉隆坡嗰度學多啲生字啦，同埋對其他嘅外國嘅選手有更多嘅認識同埋增廣見聞嘅。即係我可以得到同其他即係唔同國家嘅 Scrabble player 交流實力嘅機會啦，因為即係唔同國家嘅玩家都會有不同的玩法、不同的風格，我就可以從而去了解一下他們的風格，同埋藉此去了解一下究竟他們是怎樣去學字，究竟怎樣玩的人會出什麼，那去順便增長一下自己的技術，同埋亦都可以認識到其他國家的朋友。為了應付嚟緊個比賽咧，當然會每日加緊練習啦，花時間背字，希望嗰個隊員比賽都可以發揮自己最好。咁今次都可以再一次去遇到我唔同喺上一次喺世界各地識到嘅世界各地嘅朋友啦。咁除咗交流 Scrabble 上嘅技巧，可以交流同可以達至唔同嘅文化交流啦。真係好多謝 SPA 俾咗呢個機會我哋啦。而我希望今次就可以再一次，即係第二次參賽，都希望取得一個更好嘅成績。同我香港隊嘅其他隊友一齊練，更加勤力咁練習，希望今年可以為香港打入頭十，為香港爭光。香港係我哋嘅家，而我作為一個 Scrabble player 咧，有香港 Scrabble 代表隊出外參加比賽咧，係一個好榮幸嘅事。而我作為 HKSPA 嘅會長，我一定會100%支持香港 Scrabble 代表隊喺馬來西亞吉隆坡嘅世界青年 Scrabble 大賽奪得佳績。